我就告诉自己，下次一定要坚持下来。你做得好，你们班的女兵就很有信心。你会给他们建立信心吗？会。我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我报告，我自己做到了。上面下降完毕。我觉得她具备女飞行员的这个气质，就是她表现出了很强烈的驾驭姿势这个气息。二十五到，不要盯着我啊！能试试？不是。当时我心里想的是，谁都别给我挡路，我不会被淘汰，我一定会赢。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里，很荣幸，也很惭愧。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，但是我很庆幸我有机会可以跟你们站在一起，成为你们中的一员。我也是一个兵，谢谢你们每一个帮助过我的，你们是祖国的骄傲，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为你们。